如果拿流沙地区里个零最让我了咪，我会毫不犹豫拿决赛。如果挨着那具体事件呢，那肯定就是决赛大北山。大北山的山山水水，人文景观啊，都深深的吸引着我。每一次来大北山呢，拢会流连忘返，而且每一次呢，拢有不一样的惊喜。水云动，天不动，水推船移，岸不移。今天网友来到了吉赛新山东的这个小开国，这个呢也是网友已经去拍卡了。这个有开国，有草地，有清洁江内的开水。